历史真实老照片，第一张老布什的挚爱，第三张最有名的奥斯卡王妃芭芭拉布什，美国前第一夫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妻子，她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地奉献给了丈夫的事业以及孩子们的成长。芭芭拉无疑是贤妻良母的代名词，图为芭芭拉布什年轻时的美丽倩影，即便是黑白照亦可看出其清丽的容颜。海蒂拉玛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，好莱坞著名的女演员，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，亦被誉为是现实版的白雪公主，还是 DC 人气漫画角色猫女的灵感来源。她的一生精确演绎了美貌和智慧并存的化身，她发明的跳频技术更是影响了整个网络时代，不禁感叹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海蒂拉玛却偏偏拥有无人匹敌的实力。格蕾斯·凯蒂，美国著名影视演员，雷尼尔三世的妻子，她从好莱坞巨星到摩纳哥王妃的传奇，看似上天宠儿的美丽王妃却始终没能逃脱魔咒，于1982年9月14日驾车从罗卡角返回摩纳哥时，由于误踩油门径直冲下悬崖离开了人世，令人不胜唏嘘。著名导演比利·威尔德曾说，上帝亲吻了一个小女孩的脸颊，于是赫本诞生了。奥黛丽·赫本是百年之内难以被超越的顶级美人，秋水明眸，修长的脖颈，优雅的姿态，宛如落入凡尘的天使。她以最优雅最美丽的姿态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